十年很经典的一首歌。切了，把这首歌切了，换下一首。我们这属于露天的 KTV 啊，只不过没有伴奏。哪儿去？750。Take it easy。我就喜欢这个轮胎磨地面的这个声音。这胎实际上已经很不错了，将来有机会我们再换更好的胎。我们前面得休息一会儿啊，喝口水去，渴了有点。今天天热呀，除夕今天啊，热，天热。洗血吧。声音小，你没这声音大。哎，把这手握这个。车把这个弯把这块然后身体蜷起来，这样骑这腰会舒服很多，刚才那样不行啊，这样腰会舒服很多。这个地方我跟你说，夏天绝对漂亮，信不信？我现在夏天你来，你来看看就知道了。我反正是没时间来啊，今年夏天再说吧，有时间咱就来看看，没时间你来，哎，你来看看。这边都是树种的，林荫小路。我去，电池电量低，前面吧，前面，前面，前面，咱休息一会儿，梁咏琪，《胆小鬼》这首歌好听。
娇媚。你可别唱了，美人歌你上不去那个地方。看出来是过年了哈。这两边都是水啊，水结的冰上了，有点类似那个沼泽地。右手边我们3点钟方向，1点到3点钟方向能看到了啊，反光的这就是冰。